给我将要出世的孙子或者孙女预备了10万块钱的教育基金，放在我后备箱里，已经取了现金。男家属来，行啊，这很大包，还在村子里媳妇去收拾，好吧。哇塞，是这样子的感觉呀、啊！这感觉有一回得了啊！有电梯，等会儿啊，电梯。来，家属经过一下。这边，别动哦。明明马上你就要进手术室了，虽然你可能昏迷了，但是我希望你的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能跟得上这场手术，祝你好运。宝宝，你紧张吗？我紧张什么？我就跟宝宝一起。他给你带来的那些无可估量的那种幸福感，而这一切是一个你很爱的女人和你共同孕育的。老婆一定加油，然后我很爱你，也会在这儿等着你平安出来。待会儿好不好？我爱你。这是要死的吗？是的。老公，你别担心了好吗？这一切都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真的感谢你，老公，感谢你所有的陪伴，感谢你在我身边。一会儿见，老公。门口好多路。说不紧张，那是骗拐道。现在一想，你的老婆那肚子吃了一口，然后还得把娃娶了，想想那场景，其实还是。对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，夫妻怎么写来着？啊，对，妻子原则很正常。不是这，数码家过来也不会写了。行行，没事，这边等会儿。行了，好嘞，那辛苦您。这人生啊，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，多了一口人。啊，这他妈十个字不好。也好，我在这儿候着一下弄的。不是你这，你不是，你不是难受，你。我们是9:30到的手术室，10:20是小孩儿才能出来。这种心情真是从来没有过。这时候不激动那是假的。哎呀，就觉得应该把全世界都给了。回来了。我愿意是吧？对，啊，这写上你的名字。啊，这个小孩生了，这小孩有劲。把妞进去了，张罗盖不起来。他咋不让出来了呢？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得让他帮着他给从床上翻下来？那他让他进去干嘛呢？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是女宝宝？我喜欢美女啊！你就是想在整个小姑娘在家看着你，在家守着你，在家跟你撒娇。哎，闺女，宝贝，小贝，乖，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女孩嘛，我希望她能是个小公主。哦，她喜欢男孩，她喜欢男孩。闺女出来了，按电梯，你别拍了，去按电梯，去电梯，太好了，哎，快来，闺女，妈妈呢？妈妈得等会儿能出来呀、啊？啊，哎呀，那等一会儿一块儿是吧？还是怎么办？她被缝了吗？被缝了吗？还得缝。那这样，我先把孩子送去，然后我再上来。对，我想去送孩子，你这想着。我看会儿。闺女。爸爸在。闺女，小鸡哥，好可爱，好白呀。